三个水门，莽夫对上技巧型忍者，看看你能不能修得起来。首先第一个普通形态的水门，开局肯定是要给一个气球绿判断的分裂神，然后直接一个猪头猛进反身滚再回来。别走，没事，替身抓他，普攻后摇。我抓对了吧？他这个应该是叫普攻后摇吧？哎，直接反身就大招。莽夫有莽夫的玩法嘛，莽夫对不对？当然是手里面有什么就放什么了，这才叫莽夫。好了，紧接着就是他的第二种形态绘图形态，没办法，直接嘿，没开二度开不起来哟。大哥，这时候你没豆了，就算你有降龙十八掌或者是乾坤大挪移，你有无上的武功，你死不出来，没用啊。再见。好了，最后一个水门新春限定，如果我抓到他没动，想没开三度呢，人家是霸体，没办法，咱交击攻击，走，起身交，放蓝猫我倒是没有看到，没事，让他可以接。刚才那个抓住那个贵族水门的时候，那一段时间我怎么觉得时间很漫长？这个奇拉米的普攻伤害是很低的呀，走不掉的你。该替身了，忍不住。我也替交通灵。对，你以为我会接技能？我通灵还很多呢。莽夫就得有莽夫的打法，直接尾收你，去你的！好了，兄弟们，奇拉比忍界大战，你说他弱，他弱；你说他强，他也可以玩出一个很强的打法。再见。